我是李磊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测评的是一款马丁图的登山包，型号为 M5811， 产品来自于马丁图官方旗舰店。质量问题大家抓，由我为你先把关。今天我们所要测评的这一款登山包，首先我们从整体外观上来看一下，它整个的设计看上去比较简洁大方。那么它的制作工艺以及选材还有设计到底怎么样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到，在顶部的缝合处、正面的缝合处、底部的缝合处都做得非常的精美，没有任何跳针失针的现象。在整款登山包上，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线头，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当然，这款登山包在它肩带的位置、护腰片与腰带的链接处、外挂带的缝合处都经过了打造的工艺，这样使得这款登山包的结实程度大大的增加。根据官方数据说，它的强度可是非常不错的。到底怎么样？在我们后面的实验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测试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登山包它面料的选择，它所采用的是尼龙壳子布的面料，并且面料的表面还经过了一层很好的防泼水处理。到底是不是这样？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。在这里我们准备了一些水，我们将水直接滴在面料上，我们可以看见水珠直接就滚落了下去，并没有产生任何粘连的现象，也就是说面料的表面确实具有防泼水的功能。现在我们先将这些水擦掉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登山包它在配件方面的选择。它在这里所选用的拉链是 SBS 的拉链，这种拉链它的品质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我们就来使用一下。在我们刚刚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顺畅，并没有出现卡顿的现象。像这种 SBS 的拉链能够反复使用10万次以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扣具的选择。在这里它所选择的扣具是他们自己定制的，我们来使用一下，非常的方便，品质也是不错的。那么它的强度到底怎么样呢？在我们的户外实际体验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测试的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背包它仓位的设计。在它的正面还有一个拉链式的口袋，口袋上方采用了帽檐式的设计。我们将这个口袋后面的魔术贴打开来看到，在它的后面有一个隔层，空间是非常大的，可以摆放很多的物品，我们可以将自己一些零碎的东西放在里面。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个拉链式的口袋，我们将它打开来，内部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可以将手套等自己一些贴身的东西放在里面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登山包它主舱的设计，同样我们将它打开，在我刚刚打开的过程当中，大家可以发现它的拉链确实是非常的好用。那么现在已经将主舱打开来了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整个主舱的设计非常的简洁。在这里有一个小的隔层，我们可以将自己的 iPad、 笔记本电脑等放在里面，非常的安全。然后整个主舱的空间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在它的下面还有一个开口，我们将这两根外挂带打开，这个口袋采用的是帽檐式的设计，我们将这里的拉链拉开，好，就像这样就可以直接拿取里面的物品了。像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。在看过了它的仓位设计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整个外挂处的设计。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顶部、底部以及两侧的部位都均有外挂处的设计，我们可以把帐篷、睡袋、防潮垫等等设备挂在上面，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这样也可以大大增加整款登山包的装载量。根据官方数据说，它的装载量达到了40升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多？在我们后面的实验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测试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作为一款登山包来说最为重要的背负系统。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肩带，整个肩带采用的是 S 型的设计，上宽下窄，摸上去非常的厚实。可以看到它的反面采用了透气网布的设计，这样的设计也能使我们背负起来更加的舒适，起到良好的透气性。在肩带上还有地心环，我们可以将一些外挂设备挂在上面。地心环的下面还有一个胸带调节扣，可以上下来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进行调整。整个肩带是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，这样在我们背负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舒适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背部。这一款登山包所采用的是空气导流系统，
们可以看到，在它的两边有非常厚实的海绵垫，摸上去非常的柔软。通过这两个厚实的海绵垫，中间形成一个凹槽，可以很好的方便空气上下流通，从而起到排汗排湿的作用。我们再来看到，在它的两边还有非常宽厚的护腰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大概跟我一个手指一样粗。通过这两个厚实的护腰片，再结合整个背部的空气导流系统，就能够很好的减轻我们背部的负重感，同时增加我们背部的舒适度。到目前看来，这款马丁图的登山包，它的制作工艺、选材、设计、防泼水性都非常不错。但是作为一款好的登山包，它面料的强度、装载量，还有在户外的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。这款登山包它面料的强度到底怎么样？在这里，我们准备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小刀，我将会用这把刀的刀尖直接来划我们面料的表面，就像这样。好，我们赶紧来看一下，面料表面上几乎连任何印记都没有留下，更不要说有任何的破损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款面料它的强度确实是非常的不错。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款登山包它的装载量到底怎么样。我在它的里面已经放了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像在肩带上，我放置了一个匕首，我们把它取下来。另外一边地心环上，我放置了一个钱包。像这边的水壶以及下面的帐篷等等，我们现在把它们全部都拿下来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东西放在里面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像我们的睡袋、防潮垫、帐篷、像手电、衣服以及笔记本电脑，这么多的东西，可以看出这款登山包它的装载量确实是非常的不错。You make me so upset sometimes. I feel like I could lose my mind. 可以看到大强今天是全副武装来到了户外，对这款包做一个实际的测试。注意一下啊，可以看到现在这款包它的外挂上下左右我已经全部利用到了，而且整个包里面我已经塞得满满的，装载量真的是非常的大，完全可以满足你户外的日常需求。并且这款包虽然说我里面装满的东西非常重，可是我背负起来的感觉却并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负重感。为什么呢？在它的肩带、腰带和整个背部都设计有这种加厚的高透海绵，特别是在它的背部。我把包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整个包的背部它是一个 H 型的设计，它能非常贴合我背部的肌肉，因为我背部也是这种竖放的两条背肌，然后中间它又是设计成一个镂空的，所以你在背部的时候你又能非常的舒适，而且能达到一个通风透气的效果。但是在经过了长时间的使用之后，它的效果又会如何呢？体验之后大乔再来告诉各位。现在我们再来对这个包它的强度做一个测试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地将这个包挂在这个树枝上面，结果它是一个有恐高症的人，现在上面磨叽了半天了还没弄好，我们等它弄好之后再开始我们的实验。可以看到这款包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挂在了这上面，然后我待会儿会直接的抓在它底部的外挂处。这里我要给大家说明一下，我并不是抓在这个肩带处以及整个包体上，我是抓在整个底部的外挂处。要知道底部的外挂处如果说它能承受我一个人的重量的话，那么它整体强度以及这些扣具方面的问题都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强度非常高。那么它到底会怎么样呢？现在验证奇迹的时刻。注意了啊，底部外挂处啊，现在就开始。我还是有点慌了，
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款豹强度没话说，完完全全承受了我一个160斤重的男人的重量，强度非常的棒。但是光这些大强还并不满足，因为我知道这款包有可能它的强度还不止于此。那么如果说在我自身的重力情况下再加上一定的冲击力，这款包它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呢？因为照理来说的话，普通的包你但直接跳上去抓的话肯定会断的，但是这款包能不能够承受，现在我们就来试验一下。首先让我站得远一点，再来一次。不是我人矮，是这个包放的位置不对。我就不信抓不上去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，整个包强度很高啊。哎呀，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故事之后，我终于能顺利的抓上去，然后顺利的把它吊在上面，然后整个人又没有摔下来，安然无恙。我觉得是这款包救了我，非常的好。很快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款包它的的确确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在背负舒适性方面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强度方面的表现，它在我自重以及强大的冲击力作用下都没有任何问题，也就代表说它的强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经过我们的桌上测评总结下来，这款马丁图的登山包它的制作工艺、选材、设计、防泼水性、面料的强度还有装载量以及到户外的实际体验都非常不错，我们予以肯定。至此感谢大家对到户屋测评网的支持，我们将以公正公平的态度对每一件商品进行测评，为消费者提供值得信赖的技术支持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联系，请发送邮件至 info@dogwolf.com， 我们的网址是www.vitasol.com。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微信与我们进行互动。谢谢，再见。 We test all。